因为要比较有正式一点的感觉，所以我就选用全身棕色系。那鞋子的部分，我就选这种拼接的皮鞋，然后比较优雅，比较学院一点。针织衫的部分的话，我把它披在肩上，带出一点层次感。我舍弃了整套同色的正装的搭配，然后选两色分开不成套的搭配。然后既然现在正是夏天，所以说就用蓝色西装，显得不会那么沉重一点的，然后搭浅色系的短裤，比较有夏天的感觉。因为是夏天的关系，所以我会觉得，在料子上可以选比较薄一点的，然后可能不用到那种比较厚重的西装外套。在颜色上的选择呢，我选用了今年比较流行的凸痛的那种调性的搭配，外套上面是会有两个颜色的感觉，对，这样的搭配感觉就是还蛮时尚的。那虽然现在是夏天，但是天鹅绒其实它还是很适合出现在晚上的材质。那它的光泽感可以跟领带有一个呼应。短裤的部分挑选低腰短档的设计，它对一般人的身材来说比例都会比较漂亮。